强拆者和村民持械发生互殴，或者是持械来殴打村民，可能比较准一点。环球时报报道，陕西奉县住建局通报网传多名拆迁人员持械与村民发生冲突，与事实不符。是啊，你们永远是站在那一方，谁还不知道吗？环球时报也有报道，当然环球时报也要站在打人的那一方了。刚才出现了几秒的视频，我们都看到了，这个图片也可以看得到啊。但是他们就说不服，他们就说没有，神奇。你能怎么办他们？